好，行，带着了。这个海星正在卧沙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整整整了一个五角星出来，它太牛了。像这样的海星也得一年多了才能长这么大个。看，这是它的触须啊，一碰都开始爬了。像这么大的，我先带着吧，挺漂亮啊。关键它这个印记也特别好看，哎，比人画的那完美多了。带走了，这是我捡到第二十个躲在海窝里边的，出来了。哎呀，我不舍得，才不舍得出来的呀！我天哪！我天哪！它这个墨汁怎么这么长啊？都拉出来了都。行了，别跑！像这样的美女蛙呢，就随便做个蛋炒饭吃吧。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牙齿，这个黑黑的就是它的牙齿，用手一抠一下，这是做表演。回家起锅烧油，来把你的窝也带上。走了。像这样的就是毛蛤，出来吧。如果说挖快的话，它直接把绳子给咬住了。这种属于小的，今年当年的毛蛤。这个海龟刚刚被浪给打出来，看一下个头大小，就这么点吗？我还以为特别大呢，光露了一点头发，剩下的肉都在里面。来，出来，像这么点的海龟，它那个肉也特别长，看，也得有20多公分。这地方就是他卧沙的地方，把头露出来。